各位朋友好，今天11月16日是新东方成立28周年的生日，在这里我祝福新东方未来越来越好，也感谢所有的网友对于新东方的关心和关爱。今天我很开心的和新东方的员工们一起共同度过了新东方美好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